Thank you.
两个蛋，一个不蛋。我现在要来筛选要给女儿的衣服，这边有一大袋是人家给我的，然后我要来挑一下哪些是我要的，哪些是就是要还给他们的。哎，这件蛮可爱的，针织衣服，这个我留着，不要，不要，最后留了五件，这一件粉红色的针织衫，这件蛮可爱的，第一件留下来。然后这个短裙，这是短裙，短裙是黄色的，留着留着。牛仔裙，这个毛毛外套